同齐五号改观山区立委候选人邓冠廷、甲中部后援会新住民做伙摄影，分享越南、印尼、乌南、台湾等无同所在过节的方式，充满大家庭温馨的气氛。大家也共同歌话有够赞，同齐食影幸福又团圆。邓冠廷表示，今仔日温度高度真正真冷，零下。来自越南、印尼、乌南的新住民，甲台湾的婆婆妈妈、姊妹共同坐椅仔，感受大家庭团圆的气氛，十分的感动。地方的新住民甲下一代是台湾未来重要的资产。越南即马将近一亿人口，无输日本。伊当选以后，将推动教育部成立新住民高中大学奖学金，补助回母国实习的机会。就亲像澳洲政府主动补助青年学子出国学习同款，让下一代成为国家的重要资产。邓冠廷甲姊妹后援会有近百名婆婆妈妈做伙烧台湾鱼仔汤，向邓冠廷介绍食鱼仔汤那是团圆，而且是会金银富贵、食滴滴、明年生后生。邓冠廷是抽到五号。大家话有够赞，有够认真，有够打拼，有够用心，有够好用。五福临门，五彩缤纷，有你真好，并高话当选，替邓冠廷加油打气。谢新新闻蔡明彤，改观彩虹不得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。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